要把这里的剪断了，不剪断的话，不带材料管下来。我们的材料管啊？现在没有。那个必须要剪断啊，那个三根线。这个不要剪剪了，有点不好。我弄一下。三千瓦的能不能大？要把电断了。三千瓦。把那个电拔了，你别把我的呀，来。 你能戴眼镜吗？看吗？这是动力集合物啊！来换一下吧，它那个没压。来，好，看。不是电缆反应慢，是你F7、F6的时候。 来，哦，F7，那个 F7，然后按 F6 的反应更慢了。电脑不行，这个电脑是有点问题的。为什么？就是上次明明就打压打得好好的，突然第二天又来打压又不行了，知道吗？反应更慢。来，好。还是这台吗？可以的，但是它的转法呢，就是我们说力气，力气还是有点。哎呀，他就说这里他就不来。是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人家客户刚才在站了半天都没问题啊。来。这就搞不懂这些。